那么我们刚讲了很多这个助词的名称啊，什么惯性格助词、什么目的格助词、主格助词、副词格助词，这个名称大家不背也可以的啊，不背也可以，这个背不背都没关系。那么韩国人也不知道，只是老师在介绍的时候给大家说一下而已。那么记住就可以了。哎，哎是什么呢？表示场所、方向、时间等等啊，可以表示地点，可以表示方向、目的地，可以表示时间，它有很多的用法。那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有没有韵尾？有没有这个 받침？都是用这个 에 啊，都是用 에。比如说，서울에갑니다。가다是去的意思，那么去首尔怎么说呢？서울에갑니다。학교에갑니다。학교的 교 是没有韵尾的，一样加 에 啊。학교에갑니다，去学校。那么这里的서울和这里的학교都是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地点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表示地点的。백화점에 사람이 많습니다. 백화점에 사람이 많습니다. 对吧？那么呢，什么呢？在百货商店的人很多啊，在这里表示什么？在的意思，在。在百货商店的人很多啊，那么也可以表示方向和目的地的啊。刚才我讲错，因为这个和这个是表示什么呢？方向和目的地的意思，表示我要去的方向。比如说，서울에가서친구를만날거예요。서울에가서친구를만날거예요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去首尔，这里表示去啊，去首尔，往首尔去的意思，往的意思，对吧？往首尔去呢，见朋友。那么这个서아서呀，以后我讲了，表示顺序的意思，时间顺序。那么呢，我先去的首尔，然后呢，我要去见朋友，对吧？这个을거也表示将来时，还没有见，表示将来打算的意思。那么也可以表示时间了，比如说한 시에 한국어 수업이 끝나요。끝나요 什么意思？끝나요 停下来啊，为止。那么呢，1点钟韩国语课程呢结束了，这个意思。那么한 시에，比如说12点12시에，오후에，都是表示时间的在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这个 에 呢是什么意思？表示在的意思，在啊，或者是往的意思，对吧？看一下，다음 과로에 를을 의에를 넣으십시오 아, 在里面填上我刚才我们所学的这个和这个，还有这三个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填什么呢？밥 언제 먹어요？밥 언제 먹어요？啊，那我们说什么时候吃饭呢？这个 먹다 是什么吃的意思？那么目的是什么呢？吃饭。所以呢，밥 是这个 먹다 的目的。所以呢，밥을 啊，밥을 언제 먹어요？那么为什么要填这个 er 呢？因为 pa 是有 patim 有韵尾的，所以加这个 er。那么发音的时候要变成有一个连音现象啊，paber onze mogoyo 这么说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图书馆内서 s 表示在啊，在图书馆里面 책 봐요 看书。那么看书，书呢是看的目的，所以呢 책을 啊，책을 봐요 加 er。那么发音的时候呢，变成什么呢？책을봐요，这个 기억 要变成这个上面的发音，对吧？책을봐요。那么第三个呢，나친구가많아요啊，친구가많아요什么意思？朋友多。那么我的朋友多应该什么呢？나의啊，나의친구가많아요。但是刚才我说了有一个小小的变化，那么나의也可以怎么说呢？내啊，내친구가많아요也可以啊，要么就是내，要么就是나의，都一样啊，两个都可以。那么第四个呢，이것은철수책입니다啊，이것은这是철수的书，那么철수的书对吧？所以철수의啊书，철수의책입니다。那么这个의读的时候呢，可以读 a，那么一般的口语里面我们读 a 啊，철수의책입니다。那么第五个呢，12시잠을자요，잠을자다什么意思？睡觉的意思，对吧？那么자다是动词，这个잠是觉，名词，那么睡觉啊，잠을자요。那么12시是表示时间了，应该用什么呢？用这个 a 表示时间呢，在12点睡觉啊，12시에잠을자요。那么第六个呢，up 是什么意思？是前方的前方啊，前面。약국이있어요。약국是什么呀？是药店的意思啊。那么有药店，
前方有药店，那么前面是地点了，所以呢，啊，pe 啊，这个 e，那么读的时候怎么读呢？这个 p 哦，要转在后面啊，一个连音现象。那么 ape ape ape，약국이있어요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目的格助词 er 或者是 ler，或者是表示的的意思是 a，或者表示在的意思 e 啊，这三个是我们今天学习的。那么到现在呢，我们第二节课啊就讲到这里了，希望我的讲课呢能够给大家很大的帮助。여러분다음시간에만나요。